喂，啊不走行不行啊？不走，你养我，我养你啊！不行，今天我必须要走。耶稣都留不住我说的。我现在在牧业人缘这么差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凶，朋友圈都是一些直男类。其实我早就想帮你介绍女朋友了。你看，这位是秋道家的大妹子，名叫秋道鱼的滋味，她已经仰慕你很久了。安哥哥，你是我的谁？柱子，这个妹子也太热情了吧，完全不是我的款呢。啊，别急，还有这位是水户的妹妹，漩涡一族的阿童，名叫漩涡大力，介绍给你。哎呦，姐妹，这是漩涡大力 ，A K A 木叶的煞气，只要敢惹我们。漩涡一族，让你见识见识我的霸气。呵，看不出来姑娘还是个 rapper。 怎么样，你喜欢唱调，她喜欢 rap， 你们真是天作之合啊。柱子，你还真是下血本啊，给我介绍女朋友都是梦魇美女，但是我现在对谈恋爱不感兴趣。那你扪心自问一下，没女朋友你快乐吗？那你有女朋友没有？我已经用万花筒写轮眼看过宇智波的石碑了，上面指引我只有离开木叶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啊。我看你是用眼过度，你把写轮眼关了再仔细看看上面写了啥。